压接管要如何简单来做备付呢？首先就是拿一支压接管13的，它的外径是 15.88 四分的压接管，然后购买一支四分的 PVC 管，将四分的压接管穿进去这个四分的 PVC 管是刚刚好的，这样你就可以不需要买备付的压接管，直接用 PVC 管来取代备付。